们起笑了。我们保留体力，保留体力。嗯。我遇到紫队了，我要把他们干掉。你问他有没有跑错？有啊，他的紫路是我，紫路是我开，恰恰恰恰数字是我在。我们要把关关关关过。小心啊！小心！好，小心！留下两个。怎样？你们有遇到谁？你们有遇到谁？我们都没有遇到，因为我们是最高点。谁？你不爱我了？你们刚刚有说话吗？我刚刚在那个给他们当路障，没有听到任何的讯息。应该都是睡了，睡了。晚点。来电来电注意了，这个路上所有的状况，请保持安全啊，保持安全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小树捷径。Hello， 小心哦。是，对，就是刚刚路上遇到的。关关，我们走的是捷径哎。关关。跟不上大家，然后他们一直走很快，我已经心里想说我要赶快跟上大家，但我的脚使不上力，他没办法控制。我们根本在爬山，你说刚一直上坡、哦。对，你要吃东西吗？不能带零食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因为怕你在那边太饿。我们要拦下他们。不是，我们要拦下他们。天哪，他们等下走这边很恐怖。哇塞，快要天黑了嘞。我们要想要，那我们先想要怎么回去？我们先，我们现在在哪？在这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我们在想要走哪一条回去？所以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这里。啊？我们要这样。就是感觉那边的路不好走，看到没有？什么人过来？没关系，我们也是走这条路啊。我们应该往虹桥瀑布这边走，然后就可以到这边。再走。好，结束吧，快走，这样走我后面。好。啊，我膝盖很烫哦。